以后国小啊，第二儿童节举办运动大会啊，中华民国107年公园成立啊。当年几十层我也想从远方来这里主动做导览活动，在天路上前方这边方案上合作就做导览活动。还你是光辉的。是光辉的好好厉害的在做导览活动。写完国一或国小了，毕业纪念照了，就放在这边了。很有智慧啊，已经做到从日治时期，当民国光台湾光复民国三十年，国民学校，然后到第十五届民国49年，啊，都有那个老旧照片了。儿童节举办运动大会了。